销售超过半世纪的经典零食品牌，陪伴许多台湾人的成长。特别在最近，在高雄百货公司举办了快闪活动，发放隐藏版的新品，希望可以透过经典的国民零食为民众加油打气。沿路发送各式各样的零食饼干，让民众又惊又喜，孩子们脸上也都堆满了笑容。原来是台湾在地零食品牌举办快闪活动，这回品牌特别选择在周末的百货公司发送品牌隐藏版的新品，包含珍珠奶茶口味以及东港樱花虾口味，希望可以在天气渐渐转凉的秋天为民众送上欢乐与温暖。然后我觉得很特别，然后非常有台湾味，像这个珍珠奶茶，我觉得包装做得很好看，我也很想买来吃。然后这个樱花虾粉红色的真的很可爱。业者表示，近年来品牌特别跟台湾各地跨界合作，推出多款在地限定口味，例如跟苏澳渔会联手推出的豆豉虾口味，和西门町商圈合作推出限定凤梨口味，以及和古坑乡公所联手推出的限定咖啡口味，就是希望可以展现品牌的全新风貌，让消费者在全台各地都能品尝到独特风味的零食点心。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，因为结合当地的就是台湾的在地食材，就真的很有意义，然后外形也很漂亮。业者说明，品牌经典的奶油椰子口味以及五香口味是许多人难忘的儿时记忆，今年品牌就特别以支持在地农业为主题，举办一系列的快闪活动，并结合地方特色推出充满设计感的全新包装，希望可以引发讨论话题，翻转品牌印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